讲到针对观光业的冲击，李阿伯之前重新当到游客根本唔敢出门。中国的观光客也满意来，推动饭店的厨房率变低，有饭店业者是采取人工料无性价国家临时调整的方式运营。不过同时，也就饭店业者是逆向思考，提出四到十五年最大达两家酒服业进行让利转让，成为下重大酒客。台东来山戏站之前，他们是说，张胜利五年特别专门做台东团体客，为的都也土家出。当时的建筑完善的设施十五年，很多年来台东人客一直接受，也还有遇到武汉肺炎的疫情。二月份台东的团体客无天房，出房率下降，业者只好调整员工的工作时间，还鼓励家的留职停薪。可以安排上午或下午去做他其他的事情，所以我们就把全职可以调整为PT。面对疫情对旅行观光业的冲击，台东观光协会六十八间饭店业者准用头牌面对 SARS 的经验，推出最大大量在游费的长处方案，鼓励沿下到疫情无限改速度影响的台东。台东县政府也呼吁中央应该重视发动天气旅行业的危机。这边的环境比较开放式啦，所以一定会不要跑去人多的地方，这样子一定是最好的。对于未来的住宿率并不是那么的乐观，所以呢，我们有推出一些长期住宿的专案，请中央提出一个振兴观光的方案啊，针对台东花莲来做一个研议方案。饭店业者提出此求，主讲因为秋冬不出，有较好一些的观光产业，挨唔过武汉肺炎风波，外地按港区的环境度，请到省顺的方式。下个新闻层面，台东报道。